今年是我第一年在青海过情人节，我老师今天来了给我们礼物，我拿了一些礼物，真的觉得很好。我也希望明年会成功，会给大家很好的印象。我们在中国已经五年了，已经感受到了春节的幸福和春节的快乐，今年也不例外。祝朋友们龙年大吉，生活美满。祝大家龙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。